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，阿啾！我也要吃果冻，没啦！我也要喝奥特曼水，没啦！哎呦天哪！你说你干啥呢？妈妈，我想吃薯片，打不开呀！打不开，试这个锤子。妈妈，这锤不开呀！锤不开，试这个小刀。小刀。妈妈，这切不开呀！切不开，哎，那个剪刀你试一下。剪刀。哎，剪开了吧？对呀。好了，好吃吧？嗯，好好吃呀，好吃吧？妈妈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有坏人来了，我好怕。宝贝们别怕，有妈妈保护你们。来，你们躲到这里面去，你们在里面千万不要出声，知道吗？妈妈，我想问，妈妈你怎么了？妈妈你醒醒啊！妈妈，爸爸，我想玩滑梯。不行，不能玩。他想玩，你就让他玩去呗，你去玩去玩吧。我是塔爸爸，我不让塔玩，他不能玩。我还是你爸爸呢，你也不能玩手机。哎呦我的妈！臭弟弟，叫你抢我的零食，我要把你变成小狗狗。臭儿子，叫你弄坏我的电脑，我要把你变成小怪兽。臭小宝，叫你不听话，我要把你变成一个大苍蝇。我不要变成那些东西，我不要变成那些东西。嗯，我原来是在做梦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们去找朵朵一起玩好不好？好的，姐姐。你好，请问这是朵朵家吗？不是不是，这是我海绵宝宝的家。你好，请问这是朵朵家吗？不是不是，这是我大头的家。你好，请问这是朵朵家吗？是谁找我呀？终于找到了，朵朵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走吧走吧。你们三个谁最爱妈妈呢？妈妈奖励你们一杯奶茶。我爱我爱，我爱我爱。姐姐怎么不拿呢？你不爱妈妈吗？就剩一个了，我拿走了，你喝什么？我长得很大。我长得很小。我有小小棒棒糖。我有大大的棒棒糖。爸爸，我们交换吧。好呀。现在吃起来刚刚好。我长得很大。我长得很小。我有小小的草莓。我有大大的草莓。妈妈，我们交换吧。好的宝贝，现在吃起来刚刚好。我长得很大。我长得很小。我有小小的鸡蛋。我有大大的鸡蛋。妈妈，我们交换吧。好的，现在吃起来刚刚好。我长得很大。我长得很小。我有小小的果汁。我有大大的果汁。妈妈，我们交换吧。好的，现在喝起来刚刚好。老婆，你怎么哭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乔治上幼儿园了，我好想他。我变成乔治，猪妈妈就不会哭了。哇塞！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你爸爸去打怪兽了，我很担心他。我要变成爸爸的样子来哄妈妈开心。哦！爸爸，你怎么哭了？你的妈妈是白衣天使，现在疫情严重，她去给病人做核酸去了，我很担心她。我要变成妈妈的样子给爸爸做饭去。厉害！你抹中，我不中。你抹中，我不中。你抹中，我不中，我不中。肉嘟嘟的大鼻子像个吹风机，把所有烦恼忧愁统统都吹去。妈妈，我看小朋友玩得很开心，我也想上幼儿园。宝贝，你还太小了，还上不了幼儿园。那我以后多吃饭饭，长高高。长高高就可以和姐姐一起上幼儿园了。